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奎聊建筑。用 Google 地图搜寻总统府时，会看到这个知名地标被标示为历史悠久的宏伟巴洛克风格建筑。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许多有关这栋建筑的都市传说，有哪一些是确有其事，又有哪些是以讹传讹呢？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座台湾人最熟悉的日治建筑。台湾进入日本时代。 前半期的总督府位置是在今日的台北市中山堂所在的街廓，沿用清国在台湾新建的钦差行台、布政使司衙门和巡抚衙门等建筑群。一九零五年，这座旧衙门发生火灾，史政以来的重要文件被大量焚毁。隔年，总督府便编列建造新厅舍的预算，并决定采用日本从来没有办理过的公开竞图方式，征求最优秀的设计方案。 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在台湾进行第一次的建筑公开竞图呢？其实当时台湾总督府内也有许多优秀的建筑技师，但是因为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为了奖励建筑学术，并且试图吸引全日本优秀的建筑师来投稿，激发出更好的方案，于是他指示土木局长长委半平立案，经总督左九间左马太批准之后，编列了一百五十万元的建设预算办理进图，进图的金额定定为假赏五万元。 以赏四万元和丙赏三万元，这样的金额有多少吸引力呢？当时出任小学教师和巡查的月薪不过才八到九元而已，所以新总督府建筑净土的奖金是非常吸引人的。之后，总督府开始定定共二十四条的净土规则，并筹组审查委员会，由总督任命。这些审查委员可说是日本建筑界的一时之选，除了土木局长长尾半平和营缮科长野村一郎，还有辰野金吾。 中村达太郎、西木赖黄总本敬和一中中太，七位委员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土木科或建筑科，之后便在建筑学会及建筑杂志进行宣传，广邀全日本的建筑师加入这项史无前例的大赛。目前在一些导游和导览志工的说明中，时常会听到原本的镜土评选首奖为铃木及兵位但是因为被评审认为他的方案是抄袭，便取消资格。这其实是过于简化的说法。 在第一轮比赛获得注目的铃木级兵位到了第二轮提交方案时，除了被评审认为样式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和平宫太过相似，更关键的原因是评审从他提交的一百分之一的图面，发现铃木的细部设计能力不足，于是最优先被淘汰。最后得到甲赏的是长野宇平治，乙赏是片冈安，丙赏是樱井小太郎。评审们也针对当时社交必备的场所吸烟室到底该放在哪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提交了许多的方案，最后的结论是在内部面对庭院的结构转角安排实验室。这个地点既不会离办公室太远，且烟味又能够顺利地从窗户飘散到庭院中。更重要的是，评审中村达尚认为配置在转角的位置具有稳定整体建筑结构的功能。最后，所有委员一致同意。那一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后来实施唐野与平治的方案时，便在四个面对内庭的转角都加上了实验室。 对于时常有谣传，整体平面为日字形，代表的是日本的日这个字。其实这种平面既强调对称建筑的中轴动线，也便于促进空气流通，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和汉字并无关联。不过到了一九零九年公布竞图结果时，假赏竟然重缺，常与平治的方案变成乙赏，片冈安得到了丙赏，樱井小太郎成为落选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常与平治非常的不服气。 他写信向台湾总督府提出抗议，认为评审应该评比的是方案的优劣，但不应该设定最初评选规则并没有写到的等级门槛。政府应该遵循信用原则，给予净土悬赏时承诺的报酬。结果他得到了民政长官大岛久满次官腔的答复，强调按照净土规则，委员会本来就有最终决定权。 无奈的长野与平治只好领了以上的奖金，并且将申诉书和总督府的回复投稿刊载在建筑杂志。后来更连续投稿八篇讨论禁图制度的文章，表达不满。结果，此一挑战官方的壮举受到了建筑界的钦佩。一九一七年，日本的建筑师成立同业公会建筑士会，长野与平治被视为勇于争取权益的精神领袖，获选为初代会长。这个结果，连长野本人或许也始料未及。 依照总督府的制度规范，工程需指派工事主任，也就是监造的角色。而台湾总督府的工事主任就是森山松之助，他其实也有参与净土，但是在第二阶段却落选了。当时他正任职台湾总督府营散科，而净土规章并未禁止总督府职员参加，因此他便以净土落选者和官方人员的双重身份，微妙地担任最后调整参与品质方案的角色。根据同时也任职总督府的建筑师景守勋的回忆。 当时杉山松之助带着以上的图面回到东京找人讨论，是要把长野与平治中央小塔改为穹顶，还是更高的高塔呢？回到台湾重新设计后，就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中央塔楼加高为六十公尺的方案。经过杉山松之柱修改的新厅设除了塔楼长高，还有什么不同呢？原本长野与平治在外墙采用灰白色系的石器质感，较为接近朝鲜总督府。 只有在入口的车迹使用红白相间的砖石混构，凸显了入口华丽的视觉效果。但是在修改之后，两者对调，整座建筑皆采用红色面砖和白色带式交错的华丽风格。只有在入口车迹采用石器的外观。这种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建筑风格，在日本正是以建筑师辰野金吾为名而被称为辰野式。此外，加上了小圆顶、转角塔楼以三角山墙装饰。 连续的圆拱窗和古典柱式交错排列，热闹丰富，更像是商业建筑常用的风格。台湾总督府可以说是全球在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总督府少见表情不那么严肃的特例。现在在新闻画面看到 T 字形大楼梯的大厅，给人白净明亮的印象。其实原本的设计可以说是富丽堂皇。 从现存的黑白照片可以看到，挑高三层楼的空间，总共有二十根古典复合式柱环绕的大厅，墙壁采用大理石搭配灰泥雕饰，搭配金箔和大幅壁画的装饰，给人气派辉煌的正则感受。二楼会议室的装饰柱也在战后的整修整排被拆除，仅留存漂浮在半空中的弧形天花拱顶，感觉十分怪异与不协调。 大厅两座壁龛内的壁画，委托东京美术学校的教授冈田三郎柱绘制。左边那幅是陛下御上路之图，右边的是石门的西乡都督。两座作品的主角分别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与西乡重道，象征着台湾对日本而言具重大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以未战争及牡丹社事件。楼梯的上方，岩带中央则有台湾水牛造型的雕塑。 与总督官邸二楼的梅花鹿头都是台湾特有的动物，只是这些壮丽的装饰列柱因为战争而毁损，至今没有复原。但是或许壁画仍然埋藏在层层的油漆后方也不一定。目前大厅上方的牛眼采光窗玻璃透明，已经没有图案。但是原本森山松之助委托自己东大的同班同学，后来有着关西建筑之父之称的武田武一设计了新艺术风格的彩绘镶嵌玻璃图案。 武田武一选择山茶、梅花、牡丹、紫藤、木兰、牵牛花等图案，再由著名的玻璃工艺家小川三之制作。后来采光窗在战争时期毁于空袭轰炸，战后因陋就简未能复原，直至今日仍是朴素单调的铝窗和毛玻璃。这栋被战后学者视为是军国主义象征的建筑，其实也曾经有非常浪漫的美学品味。 台湾总督府在战后阴错阳差地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府，直到今天，在外观上最大的差别就是车技立面呼应圆拱门的圆弧山墙被整修成平整的水平屋檐，从屋内可以走到成为露台的车技之上。这在1948年修复的当时，或许是因为经费和技术的考量，却好像未卜先知的预言，整修完工的次年，整个中华民国政府搬迁来台。 蒋介石正好获得一块独裁者，长市广场军容壮盛，万民拥戴的阳台，就好像真的相信自己就快要反攻大陆了。两千年政党轮替之后，陈水扁总统积极更新这一座在他市长任内给予古籍身份的老建筑崭新的表情，除了取下介寿堂的匾额，把大门的介寿馆门额改为总统府，他还委托了当时时任故宫院长的林曼丽教授组成并且主持专业的顾问团队。 挑选包括李石桥陈廷师、林玉山、陈云成、严水龙、卢元华等台湾本土艺术家的作品，重新打造会客室为红厅、绿厅和琴厅，在国家门面空间展现台湾精神，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深度。其实，我个人认为，总统府最理想的空间使用安排是搬离这一座百年老建筑，前往为了台湾当代机能需求打造的新建筑，这样也才有机会彻底修复文化资产。 恢复战后破坏原貌的改建，还给文化资产最完整的面貌，再开放给民众到这里欣赏台湾的历史与文化，更加认识这块土地的故事。至于我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就看主政者的远见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林东奎聊建筑，我们下次再见。